管理员大哥。刘小姐你好。这礼盒是送给你的，以后得麻烦你啊。刘小姐，你太过客气啊。没啦，这嘛是应该的。啊，对啦，请问你敢有这栋大楼的监视器配置图啊？我是有啦，啊，不过你安尼问是有啥物需要？哦，其实我搬过来这，是因为之前和这变态工作，伊甚至搁跟到我之前住的所在呢。啊，不过我之前住的所在无监视器，所以才把我都甲伊抓起来。即卖我听老太太建议搬过来这，想讲若是会当知影咱这栋大楼的监视器伫倒，以后我出去就会当尽量行有监视器的所在。安尼办以后，迄个变态若真正滚到到家来，我就会当靠监视器把伊抓起来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好，你等我一下。这是阮大楼的平面设计图啊，啊，我监视器的所在拢有标示。啊，那呢？请问敢方便好用手机啊翕起来？当然会使啊。多谢你。Carol 哪会伫遮？你是出啥物？啊，进前诱拐文章哦，即摆哦，佫换来诱拐刘佳瑶，这查某上恐怖。多谢你。袂啦，我来去顺路啊。年轻人，歹路唔通行，路莫学袂行。我无学袂行，我即马就搁伫这栋大楼。以后你若是去十七楼，会当顺顺来十八楼跟我开讲啊。你讲啥？你即马住伫这栋大楼？吼，你查某哪这么厚面皮啊？哎，外面哦，拢有定期去做去角质，会当恭喜吹弹可破。那高嘞，你免伫遐地气啦，你是买想啥，我都知知啦。我即马咧想，等下要食倒一款来炸的，你敢有推荐啊？我只有一个诚心的建议啊，你若真正要食，都爱公平正大食，唔通秘起偷偷啊食啦。一个桌啊，可能配两个椅啊，哎，人硬要挤入去，安尼想歹看。奇怪，你讲的话我哪拢听无啊？什么偷食，什么椅啊？我的意思就是哦，卖破坏别人的家庭，卖抢别人红线，安尼是不报应的。我是当时破坏别人家庭啊。先是文章啊，过来是刘佳瑶，你这查某真正有病呢。现在一定要用这种方法来证明你家己啊！你过奖了，我无你讲的这么厉害，我只是住伫楼顶尔。我餐厨楼是伫遮，我咧去别人家，这段就是二十几年的，可以当为小三扶正变正宫。餐厨这么好的典范，就徛在外面头前，我当然爱好好学习啦。你这是在讲啥？上因为我就是讲啥？你。歹势吼，恁祖妈已经为小三扶正，即摆恢复单身啊！妹妹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若真正要做人的小三哦，无要紧啊，你有条件哦，经济较好诶，啊无代无钱，叫上伊白领囝刘佳瑶，伊会当讲是哦，礼义廉耻无啦，迄忠孝节义哦，甲伊完全无关系啦，讲有外卖都外卖劈腿渣男，你读考起来甲有证同款，甲有空呐，才会甲一不赛看到一堆花。佳瑶，也只是阮好朋友的红色，啊，搁阮公司的主管。你必须办哦，我拢知知的啦，我可劝你啦，趁早回头，唔通愈聊愈亲啦，也若无你一定后悔。我看你今麦这样落魄，确实是有一寡劲大。那就是哦，千万唔通硬要高跌一无爱你的人是故意，最后也是互人放散啊。你若家己囝，搁要承受家己做人小三的报应，当初你做袂成，去做一个。人开车的，阮陈凯变安尼，拢刘佳瑶害的啦！哈，拜托你，若要做伙哦，紧去做伙啦，非得两个嘴哦，共款臭，心嘛共款乌啦！哈，两个倒做伙，肉肉啦！哎，我拄则毋是讲啊，我甲佳瑶就只是上司甲下属的关系。哼，我听你的爸母啦，拜托你，啊，要走紧走，莫甲规栋大楼母甲甲你共款好离味啦！到底是老啊，还是记忆无好啊？我拄则毋是讲过，我即马是这栋大楼的。住户啊，你这查某实在太厉害了，
先是甲刘佳瑶入去同一个公司，即马佫住一个同一个大楼，我一定要甲这代志讲予大家知啊！你进来讲别人的八卦，你讲话敢有人会相信啊？别讲，谁在你去讲？你这，哦，你是，这查某就是了，你搞会记哈？